家好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个怀旧玩具，一个小玩具。咁我都唔知几时买噶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呢个咩嚟噶啦。咁啊，佢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全身都透明嘅，用软胶做。咁应该又絕咗版噶啦，出面我见唔到有得卖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有一只嘅话咧，可以留言分享一下。最靓就系呢个啦，啊，呢、這个光线，咁啊，而家应该都揾唔到噶啦，同埋咧，系仲可以拆嘅，咁啊，手咧有限度咁喐啦，呢度就喐唔到噶啦，头就可以咁样啦，都几靓。咁啊，脚咧就都用唔到噶啦。啊，呢个拆出嚟，咁但系都唔预拆噶啦，系咪？咁呢个都系透明件嚟嘅。呢个系啦，都系拆出嚟。我见到里面啊，全部透明嘅，嗯，这个真系比较特别啲，我谂而家都揾唔到噶啦。果然系睇到1976年。T.A. 又唔知咩意思啊 ，Bandai China。
好感试下咧，就装咗眼灯落去，睇下个效果点样啦。看看效果点先，开灯，哇，好靓啊！灯同气势都唔同啲。